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两天分享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碰到的问题，就是抉择。一件事情发生了，我想这样，我想那样。有的人的想怎么样是很感觉的，我就是觉得没什么道理。也有的人可能是经过仔细分析评估，各种不同的人，有人很理性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分析评估，也有的人很感性，就是凭感觉行事。但是不管是理性的人感性的人，常常一件事情发生了，我们都会有一个我觉得我要怎么做。但是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，我们的一生都在面对一件事，就是要不要把主权交还给神，说我觉得不重要，你认为怎么样比较重要。昨天和你分享，从小到大我看到好多人被神使用，他们身上恩赐不同，职分不同，但是有一件事情相同，就是顺服神。我在预备这集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些感动。我相信你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，你做了一堆的评估，你有里面一个很深的我想要，我觉得，但是你知道你不能够这样决定，可是你里面很多的挣扎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为现在正在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，要做一些重要的决定，里面有很多的想法，我想这样，我想那样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真的很害怕做一个将来后悔的决定。因此此刻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把主权交还给你。因为我决定的我一点把握都没有，你决定的一定会做成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全知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为你祷告，做决定真的不容易，做一个顺服的决定更不容易。保罗呢？保罗也说，他有一些我指望怎么样，我不愿意怎么样。但是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说，保罗在面对他的下一步，他说我不愿意到哥林多去，只是做客，来了就跑掉。我指望能够在你那里多停留一些时间。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神用保罗这个人，因为他做每一个决定，他的指望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哥林多，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教，是因为不，他不是从我的喜欢出发。他决定一件事情，他考量的点是什么呢？我读给你听。他说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。他做一个决定，不是我喜不喜欢，我愿不愿意，对我好不好，而是看到神给他的任务。神给他的任务是往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，而路开了我就要去了，路开了我就要留在那里。他看到的是有门打开来了。求主施恩帮助我们，我决定一些事，你决定一些事。如果我决定是从我的好处出发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承认，你并不知道我怎么决定对我自己真的好。为什么把主权交给神呢？如果我决定这件事情是要把上帝托付给我的事能够做好，你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真的能够完成任务，才能够真的使命必达，但是主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要完成你的心意，主一定会成就，因为那是他要做的事。上帝祝福你，清楚神的带领，降服神的带领，把主权交还给神。存在，这就是耶稣你的爱，
是谁。